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你的百姓众儿女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中，你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。阿们。不管这外在的环境世界如何的动荡不安，我们宣告你仍然掌权。是的，主，你仍然赐下喜乐。阿们的人，让我们同心站立，同声来诵读诗篇三十篇十到十二节，请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连续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，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称谢你直到永永远远。起来，嘿嘿，嘿嘿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能实现数天喜乐。这世界，在世界无法取代永恒喜乐。当我的生活在你大门中，你必挪去我痛苦中的是我的喜乐。你是我的喜乐，我的盼望永恒生命。你为我立下奇妙计划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有喜乐吗？我的盼望，永恒生命，你是给我力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的喜乐。喜乐的高油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欢欣跳舞赞美主啊，一切歌颂都归给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大声的呼喊宣告。喜乐，愿你满有喜乐，哈利路亚。
过去，唯有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。主，你不但与我们同在，你也透过圣灵，主啊，在我们心里同证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谢谢你，我们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圣灵，早晨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欢迎你。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，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，一同在你，我尝到世上新的释放，我羞愧都松开，你同在里，邀请圣灵，亲爱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充满这氛围，浇灌在这里，
这里，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，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。亲爱的你，我们欢迎你，充满着氛围召唤在这里，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，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。
卸下挂念在身旁，要前进吧。你配得全所有。方的人来，使我们归于神。阿门。你从